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孩子近视哪些护眼产品有木有用？到底都有哪些坑？先看看商家挖的坑。16个专利，有不变性近视终结者。很多商家把眼镜吹上天，什么完美做工、治愈近视，都是套路啊。清除眼部垃圾，一盒甩掉近视。忽悠牌护眼贴，你值得拥有。光线柔和，高频护眼，用这个等，想近视都难。胶整衣的领跑者，近视蛙的敷印。这些玩意儿或许能缓解眼睛疲劳，可如果号称能彻底对抗近视，绝对是忽悠人的。治疗上又有什么坑呢？米果一流专家主导，3分钟无痛激光，高倍近视不是梦。未满18岁的孩子，眼睛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，一般不适合做激光手术，盲目去做，后患无穷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